以后人家说自己的号1000多万的时候，大家都别跟着犟嘴了，别犟嘴了。明白。玩家称自己89级号，价值1300多万，粉丝都不相信，老王半信半疑，亲自上号一探究竟。咱们蓬莱岛上了一个89的号，今天早上有个小的一直在直播间刷屏啊，说1300万的89级号能不能给展示一下？如果一个号要1300万 RMB 的话，你希望他带的是什么腰带？兄弟们，问题极其的严重，你们得想象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在150的无级别和90级的项链同时存在，一个什么样的89会带一个90级的项链，这项链有一个简易，有一个精致，有一个神农，还得有个特技，项链必须得4蓝字，野兽加简易。哇，突然好尴尬，就这水平，这项链跟80级的极限高龄就多了14.0力啊啊，这个也就是一般般嘛。这个89级的暴力之处体现在了他戴着100级的零式啊，看看帽子无级别17钻，物理系啊，55/8的17钻，金钱堆砌的味道，物理系啊。我开始以为是天宫，他拿了个80级的枪啊，没想到是一个凌波城啊。项链能戴17钻的无级别的男人啊，王哥又开始了，看着帽子说项链。武器的伤害不会低于920啊，不会低于920，这个没毛病，毕竟帽子都这么强了。武器的话是1137除以3加555啊，预估的话是920，他来到了934，而且是双种族的武器啊，魔族加仙族的双种族武器。这是一把九霄风雷，应该是一把弓箭。这一件武器就得150万左右，老板太猛了。衣服的话是无级别利奈，17×12，204减去443，出防239，容量29，268高防，利奈双加啊。鞋子的话是17段高属性的无级别，腰带的话是无级别加破血狂攻啊。腰带有点欠缺，不如带个100的无级别愤怒项链换破血，野兽让队友带。项链的话是简易啊，特技的两个部位呢不是很硬啊。零是比80级的三伤害，它多了2段行为时，1段行为时可以多12，等于多了24点属性。多了24点属性，一个爆3，一个爆2加2，比国标的双误爆一伤害，或者把误爆和伤害同等级同行为时强化的转换的话，多了31个属性点啊。超级简易10段行为时。戒指的话用的是4伤害，这个伤害呢国标是24再减去16，直接爆了8点，爆加3加2再加3，这戒指比4伤害的国标爆了16点。比100级的国标的3伤害、4伤害也爆了6点啊，比100级的国标还爆了6点，行为时少了2段而已，他又带不上啊。超级简易双防一血10段行为时暴力，双血一防行为时21速度暴力啊，这三个零式确实是无解。凌波城本来也需要误爆，漂亮，艺术品。这四个零式绝对的89级天花板了，没得追。备用装备还有一把刀，这个刀是叫做梦幻西游第一刀啊。还有谁属性呢比真正的第一刀差了个10点左右，但是它赠送了法防以及魔力啊。注意看，仔细看，这是一把无级别的武器，在没有打太阳石的情况下伤害就来到了607，能出无级别的最高伤害是627啊，这把武器是607，命中的话是1062啊，这伤害太炸裂了，梦幻第一刀实至名归。下607啊，存伤是961啊。死亡之音这个特技呢，有没有刷任务被死亡之音恶心过的啊？死亡之音的几率其实改了啊，挺好用的。整体封印有可能是催眠，有可能是武装的乾坤秀啊，有可能是女儿村的风法术。16再乘以个6减去一个277，出零181，熔炼35，216啊。戒指的话超级简易四法伤，这个戒指是 bug 啊，超级简易的三法伤啊，纯国标啊，但是89级用就是强。破血加简易，罗汉加简易啊，放下加简易，金刚怒目加简易啊，神佑罗汉双加40，腰带愤怒破碎加精致满天花雨啊，破碎无双。这些备用装备的价值都够买个不战号了。看看89级的宝宝，必劈必垒累腰啊，这只宝宝一定是打成的，因为没有人会舍得给力劈的兽诀拍在11技能没有镜台的肋腰上，要不然就是啊力劈的胚子打成，再不就镜台的啊11技能拍力劈的时候掉了镜台啊。出其不意虚迷啊，技能的天花板也不缺啥技能了，带个高级一致套啊，辅助书呢一本招架一本高敏，镜台11技能壁垒啊10红啊，出其不意杀人力劈的日游神。工资高，素质高，成长也不低啊。这只宝宝有点帅啊。老王没有展示，还有一个超级简易的3伤害。
性不裂开了？服不服？这个耳饰太牛了，89级第一耳饰无可超越。出其不意，杀人立劈，立劈壁垒日游神。奈须弥龙魂加上古灵符，立劈壁垒啊，立劈壁垒，镜台凝光炼彩高处，死亡镜台日游神，出其不意须弥，死法镜台啊。